魔神吕布把方天画戟交出来，靠头又回，天崩地裂，我大转轮，我勒个去，怎么这么强？看来只能请出三国战记里的大 boss 曹老板了。先吃我一招鬼头波，再来一招四方人炉，再接一招神技六人斩，一套带走，哟呵，神器方天画戟到手，